现在电脑已经是每一个人拢爱学习的技能之一。为着要提升偏向学生的自信教育，云林高中心特别甲台西高中来举办为期三天的电脑营活动，邀请电脑公司的讲师来为遮的小朋友上课。在课程当中，老师会用电脑教因做软体应用，借此来提升学生的电脑知识甲技能。趁着暑假期间，云林家父中心特别到台西高中举办三天的电脑营活动，希望和偏乡的学生买当学到真侪电脑软体应用的课程。家父中心呢，在我们台西有设定就是在地的社区据点，然后我们暑假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有进行一连串两个月的暑期课程。那其实在这过程中，要找寻讲师是相当的不容易。那非常感谢我们的那个瑞比智慧科技，然后可以就是一起相挺，然后邀请了这么棒的讲师，然后将这个教育的资源，然后带进我们台西的地区。这次家父中心特别邀请电脑公司的讲师张正平，教导学生利用电脑写程式，学习相关的技能。可能在国小阶段是没有学过这么难的程式员，但相对的是，云林地区的学，不用讲云林，其他偏乡地区的学生程度其实也不差于台北，所以其实能力是够的，并不能因为资源的限制而导致他们不能够学这么多的东西。所以我们瑞比智慧就带来给他们应对的东西，可以让他们学习到更多。透过老师的指导，学生唔那了解电脑的相关知识，并且学到更加深入的电脑技能。伊唔那学甲真欢喜，嘛希望以后会当设计出新的电脑软体来予大家使用。感觉很有趣，就是以前学校都没有上过，然后为将来如果有人有想说要做什么事情的话，我可以协助帮忙。我是透过家福中心的老师知道这里有办电脑营。然后这里的老师都很亲切，本来很难的东西都变得很简单。透过这次的电脑营活动，偏乡的学生有了更加多接受软体的机会，相信因的电脑知识嘛一定会对咧提升。记者林建宏采访报道。